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1686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工作是86号系列的大汉，在大电影里头呢，应该是第一个被密卡登杀死的博派成员。86系列的话呢，我觉得吧，整体来说，都不算太差，这一款也是维持的相当不错的水准。认真要说，它的背包这个地方，它是靠着这个地方呢。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光靠上面一个支撑点其实不太够啊，下方这里随便一推，它会稍微背包有点变形，看你觉得怎么样啊。它的背包除了扣不紧之外，也严重限制了它人物往后踢的角度。那前方这个地方呢，它理论上它是应该要这里有两个结构，它要卡进这个滑槽啊，理论上应该是的，但是呢，各位也看到，你稍微一推呢，它就会松开来，并没有办法扣得很紧。那其他地方呢，反而是头部的球形，头部的左右转动关节呢，是非常非常偏紧的。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也是偏紧。整体来说，它的关节呢，我觉得把松紧程度的话呢，分配的并不是说很好。那这两个肩膀的球形关节呢，在几次的把玩之后呢，已经出现了一个疲软的状态啊。所以说吧，这一款的关节表现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耐得住长时的把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，面雕真的做得很好，特别是眼睛，这个水蓝色的眼珠子很好看。那这里应该是有点掉漆，这个从盒子里拿出来就已经是有点受伤的状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又忍不住要讲一下，你这个挖了一个洞的包装是不是容易造成人家伸手去摸把它刮伤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。那胸口的不派标志的非常的明显，这一带呢是漆面涂上去的，这整个都是涂上漆的，应该是在绿色的塑胶上面去喷上这个漆的，所以它的立体感都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腰身可以转动，但是一样你在转的时候就是你都会被背包给限制到，脚前踢膝盖然后脚的一个接地都是有，但是接地的话脚掌后面略小一点，建议把它往下面折一点点啊，这样它的脚后跟稍微高一点，这样站立的话呢会比较好一些。那么手臂的这个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无法转动啊。对，它这个轮胎在这里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点。偷胶的话倒是都不明显了啊，都不明显。那它的卖相其实不错，但是实际上拿起来玩就是各种的有的紧有的松的一个关节，让你觉得有点不爽就是了啊。那我们的这个变形过程，首先的话呢，头啊转过来，把它翻转180度，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把它给转出去啊，这个变形这一带非常的有趣。再来的话呢，背包的话呢往后面拉下来之后往上面整个提起来，建议在这个时候呢做一个腰部以下的一个旋转啊，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翻转的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这里黄色这个部件把它往下面搓下来，搓下来之后顺着再把手臂给往下翻下来，然后整片部件给翻上去，翻上去之后呢，我们转动一下手臂，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凸啊给转到中间来，这里又一个凸啊，待会要跟隔壁的手呢做一个结合。那我们把这个胳膊往下放，往上翻上去啊，到这里，那上面这里的话呢已经自动到定位了，下半部的话呢要转过来一点点，好，转过来一些 OK， 然后呢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，这边两侧都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那么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接着把腿部给变形完成。腿部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分开来，整个打开，这里折一下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把脚后跟跟脚尖，啊，稍微集中一下，塞到这个缝隙里头，把它给放进去。再来的话，前方这里有个卡扣，在这边，就记得把它给扣上，到这里就行了。那以及呢，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绿色的凸，跟这个拳头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组合卡扣的，这里的话呢也就尽量把它扣一下。好，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这里对不准其实还好，最后整个密合起来的时候呢可以把它一次推到定位的，各位也不用太过担心啊，这里把它给塞进去啊，主要是前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捏住，我会建议你先把前面给捏住。好，然后后方这个地方往下面再把它给往下压下去，最后这个盖板由上往下整个给盖下来。好，盖下来的时候呢，这里两侧哦，还有拳头这里扣上去，如果说这个地方都扣不紧也没有关系，这个地方大绝招来了，这个地方
有一个倒钩把它给卡进去，两侧都给卡进去。这个一来的话呢，后面的话呢，里头不管你有没有卡住，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它已经把它包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到大汉的车辆形态，一台绿色的，应该是属于越野车吧，滚动性还不错。而且呢，它的轮胎里头的轮框还有上银漆，侧边的挡风玻璃啊都是涂装而不是透明部件。到侧边啊，后方这里啊，很可惜这里没有上颜色。我本来还在想到后面是装甲还是玻璃，但是它有一个雨刷，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玻璃面啊，所以应该是漏了这个涂装了。那后方这个油箱的话呢，做的比较浅，薄薄的一片啊。后方的话就没有车尾灯的一个涂装了，正面的话呢有车尾灯的刻画，但是没有特别上颜色。然后 bumper 的话呢有上一个银漆啊，国牌标志呢在这个地方。那车顶的话呢，武器就收在上面，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收纳了啊。那看到底部啊，可以看到机器人的一个部分，整体来说它的变形是非常工整的啊。把玩的时候呢是很有快感，而且这个大小尺寸的话拿在手上是非常的舒服，甚至你把它放在口袋里头啊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对比一下现在一些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，稍微短了一点啊，但是宽度的话呢还算可以，高度也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是一款蛮中规中矩的一款 Deluxe 等级的玩具。作为 G1 大电影的一个系列产品的话呢，我想这款玩具大家还是比较难以抗拒的啊。那表现呢也还是可以了啊，还是可以，价格合适的话就把它给入了吧啊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